自制生活中的指示剂。实验步骤：一、取六支试管，分别依序加入盐酸、柠檬汁、食用醋、肥皂水、小苏打水溶液及氢氧化钠水溶液各半支试管，再将红洋葱汁分别滴入各试管中，并观察其颜色变化。二、取六支试管，分别依序加入盐酸、柠檬汁、食用醋、肥皂水、小苏打水溶液及氢氧化钠水溶液各半支试管，再将红凤菜汁分别滴入各试管中，并观察其颜色变化。三、取六支试管，分别依序加入盐酸、柠檬汁、食用醋、肥皂水、小苏打水溶液及氢氧化钠水溶液各半支试管，再将紫甘蓝菜汁分别滴入各试管中，并观察其颜色变化。